特2017年款式酷咖2.0。此车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旅馆间的部分有做更换，像这个增压旅馆的部分都已经有来做更换。另外我们增设了这个 HKS 四代的进气泄压阀，将这个泄压座焊接在这个位置，而泄压的气体就是往下，